喂，那个日系的事情，嘿，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？几乎都是第二方案啊。第二方案，对。我看一下，是那个什么一定要分享那个，因为你说到，如果我说到，说到那个乐狼嘞，乐狼，哎，我在。不是，我在找你名字。因为如果说要说这个，小鸡你不能趴。对面开给我们洗的话，可是重点是对面让我们过去，如果他只让我们洗一颗了，这样还不是一样洗得很那个？对啊，洗得很不爽啊。对啊。反正就大家都选二了，没有人选一耶，没有人。有啊，小那个小雨选一，看好痛，是假的。可是小雨没有跟我讲啊，还是讲不算。他就是他说没差，可是他是跟我讲。小鸡，先不要打了，小雨说放了。好，那等下等下回去，那我就跟回放讲。二放二，放二，大家都选二，因为大家是想选三场。好 ，OK。那小雨等你来哦。哦，这种好恐怖哦！但是很难打啊，可是我每次都是让小雨自己单打。看无畏那只比较屌，好不好？自己就把它吃掉。无畏哪一只？他那个新职业啊。他自己单挑波兰海王。对啊，他突然他一个就吃掉了嘞。好夸张！他那只根本不会。对，往那个范围根本打，还不会掉半滴血，然后他打金丹宝小死。只能怪那只降防太嚣张了，太过分了。像我昨天不是跟那个别人去打那个炼狱百凤塔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都不想跟我们打、啊？不是啊，那个追啊自己一个就可以弹王四只了，也不用补哎、欸。他都没有死过吗？有啦，二王死一次而已，然后其他都没死过。二王很容易死的、啊。对啊啊，其他一三四都没死过，一个人就可以扛、啊。你们影王到底怎么打？我们都他主要是他在打啊，我们在旁边慢慢消而已。啊、小心！不是还要减生命吗？不会，可是他减伤，他又可以吸回来，他根本不会有，等于没扣血。吸回来的。我是因为不会减伤，会吸那就没用啦，因为根本吸也没他减伤快。小雪里把冰的蒲公英。哇，真是的。我先试试看吧。试试看，没有，他是在冥想。怎么乐趴了？乐趴了！哇，乐怎么趴了？我吓到哎、欸！傻眼，空了一档。对，我想说小雨没发现你突然趴了，我真的吓到。打完了。那个梅林打的心伤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要看他们有没有打吧。你觉得小雨无聊吧？对吧？不要打这个。我不知道打这个能干嘛，因为我第一次打这个。好啊，这是攻回了一百分，但是。对啊，是有点少。没有加声望嘞，就对我称号而已。我记得这一个人300吗？还是全部人300？哪个？那个啊，工会是300啊。工会今天
小鸡那么硬也快 hold 不住了，很难打我们这个东西。不过这得算硬的啦，但是因为你没办法减伤，哎，你们要不要等人美女哦，可以比你打进去。对，那等于那是等于不会掉血，真的。八十号吧。因为他就刚好接两招，两招如果有命中够高，你打到那个就一定趴。好，两招好了，就可以秒掉任何职业，不管你防御再高一样，因为他无视你防御啊。传说。可能是把减三十后面多加一个零，变减300%。乐乐没来啊，我们快趴了，靠腰你们都趴，那我已经趴了，完了我死了。乐乐不在那边吗？还是吴妹打电话，我靠，要灭了，灭了，超神呐、啊！啊、哦，晚上吃太饱了，吃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烤鸭？那你在吃的吧？那是你的中午吧？小鸡啊！有点同类哦。往里往远一点，然后开放我被扫。我爸呢？哎，帮助我要吃什么？是不是？好，这是狮子头。狮子头，哇塞，胃口真大、啊！他吃掉黑狐狸的狮子头。这些哦，老虎跟狮子是不同种。啊？真死亡。哇，不知道。